那这个奶瓶怎么办？那空的奶瓶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处理呢？直接老家卖了就。哪家太远了？我们在这里处理怎么样？可以处理吗？那我们不如扔到垃圾桶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那要不带回家？还是带回家呢？要不你给奶奶带回去好不好？把这个空瓶给奶奶好不好？娘们，那怎么处理呢？这瓶子，你说怎么处理？扔垃圾桶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要在这里多事了，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了，好吗？小文，走，一件事情在这里问，最基础的。